好的，那现在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听听几首好歌，练习一下英文，稍后回来。穿军服赞 2.0， 为展现国军热情、勇敢、自信之优质形象，以及亲友支持国军的期许与骄傲。只要您将穿着军服与亲友合影的照片投稿在青报脸书粉丝专页，获得赞有1分，留言2分，分享5分，每月积分前5名者即可获得青年日报社专属客制化 T 恤及马克杯。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43炮指部殷崇杰中校、空军第6联队黄伟霆上尉、空军一指部魏家宏上士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